Love the fly, the thuddy, the loody. Love the fly, loody da da. Love the fly, the da da. The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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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Love the fly, the fatty, the loody. Love the fly, loody da da. Love the fly, the da da. The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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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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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不生气，还把我前途送我回家，我还谈什么呀？做人要学会知足。狗屁！什么保你前途啊？你前脚刚走，经理就把他女朋友升为主案了，真是。行了，管他干嘛？不跟你说了啊。这都最后一面了，你还工作？其实这些年啊，我真的觉得咱们俩跟异地没什么区别。 这北京就感觉越来越大，然后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我倒是真的想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空出点时间，然后去。哎，你说你公司这么累，你回来以后还要在那儿干吗？看情况吧，要不是为了这一年的主案，我也不愿意回去。我先走了，要不然来不及赶飞机了。又不让送啊？别送，别送，自己去。上了飞机好好休息一会儿啊。嗯。 车上还带着人呢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！好，停，请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。您说您怎么可以坐在这个车里？这多危险！这万一要是碰碰擦擦的，对吧？阿姨，您得记住了，拖着车这人是绝对不可以坐在车里的。坚决不给大家添麻烦了。 不是给我添麻烦，这您坐在里面也不安全呀，对吧？吴老师啊，后期的话呢，还请你多多费心了。
别那么客气好不好？我们十几年的老朋友了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。放心你了，放心你了。哎，你怎么来的呀？哦，不用，开车还是挺……我开车了，我开车了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你路上小心点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总公司调过来的江田，请问现在还有空的工位吗？总经理没跟我们说，我也不知道你做的。这个位置有人坐吗？没有吧。谢谢。哎，公司的电脑都有个人锁，你打不开的。哎，这位是我们公司唯一的主案，胡德香老师。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主案了，江工也是来做主案的，是吧？你好，我是胡德香。那也是新人，胡工多指教。别客气，都是同事了。你用我的电脑吧，麻烦了。没事，啊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这儿，他就是从北京调来那个江田啊？不是说明天才来吗？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我就想回家。有个传闻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什么传闻？说他调来我们公司啊。是明升暗降，还真是。胡工，你着急吗？不是特急，但我得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渲染上了吗？渲染上了。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请你晚一点再走？因为这毕竟是你的电脑，还是看着一点好。江工会做什么坏事吗？这电脑里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吧？一般的文件谁放在公司电脑啊？所以我很好奇，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只是觉得你这么走有点不太妥，毕竟咱们才刚见面，你还不太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，毕竟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，我还是略有耳闻的。那是好事不冲，坏事传千里。胡工，你住哪儿啊？北温河。啊，正好顺路。要不这样，一会儿我打车送你回去，怎么样？陈叔，哟，小倩回来了。你这个店怎么变样了呀？早就变了，街道搞整治，这几条街的老商铺都给翻新了。你先忙。好，再见。
前天嘛，又没有过年，怎么回来了？提前回来了，有空来玩啊。哎。搬家公司的，进户邮政。哎呦，给划的，哎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阿姨，还挺深。这是你找的搬家公司吗？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会搬进我家呀？姑娘啊，我把我的车划了啊，这划痕还挺明显的呢。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好吗？你可以先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什么叫一会儿再说？哎，你把我车划了，我这车是刚提出来，新车，很贵的。好，你这个划痕我待会儿会赔偿你的。你可不可以先回答我的问题？你为什么会在我家里？哎，你这个小姑娘，年纪轻轻的说话很不好听哎，犯了错误要道歉的。好，对不起。我不应该蹭坏你的车，行了吧？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什么叫行了吗？啊，你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，倒像是我在逼你。阿姨，你这样真的就没有意思了啊！你如果再不回答我问题，我就要报警了，告你私闯民宅。好啊，你报啊！我也想找警察评评理呢。吴大姐，嗨。老家，你是不是落什么东西了？这是您的老家境吗？来，我给你送来。你来的正好啊！哎，你给评评理啊！这儿来了个莫名其妙的小姑娘，把我的车划了不说，还不依不饶的说这房子是她的。来，你给证明一下。天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你把房子租出去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？这个事儿呢，爸做的有点欠妥。不过天天，事已至此，人家吴大姐都签了合同，付了租金，她是有权利住这儿。你反正回来时间住的也不长，我安排你到别的地方住，啊。爸，小邦是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，付违约金就好了。我在北京房东都这么做的。天天，咱们说话办事得将心比己。你想想，你要是被房东赶出去了，你心里会好受吗？反正你回来也住不了一两天，别再给吴大姐添麻烦了。谁说我住不了一两天？这次回来我准备住一年。什么？你要住一年？你这个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你。老姜，老姜，对不起，慢慢商量啊。对不起，是。阿姨，请您搬出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这可不行。吴阿姨，您是一个人住是吧？对，一个人清静。潇洒走一回，这是你的支付宝账号吗？是啊。按照你这份合同的第八条，乙方若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，甲方已立即退还乙方支付的押金跟本金，并赔偿乙方一个月的房租及综合损失费。吴阿姨，你付的押金跟三月的房租及损失费总共10000元，我刚才已经退还了，所以呢，这份合同无效了。
姑娘，你这样做可不太合适啊。江田，你这样做不合适。我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，在你还没有找到房子之前，你可以暂时住在这里，我不会收你房租，您觉得呢？1万元。这个房子呀，我就看中了。嗯，您要是不介意呢，我们可以合租啊，啊，这样我可以省点租金呢。你不是跟我说你喜欢一个人住吗？哎呀，我那都是拿来搪塞我那个外甥的。哦，谁不喜欢跟漂亮小姑娘一起住呢？阿姨，与其你在这跟我耗着，不如趁着你的行李都没有拆，赶紧找房子吧。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，就是好哈。啊，无论有什么事儿啊，只要手指这么一点，就全解决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不过什么也不要太依赖手机了。你想，过去我们出门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带就行，现在好像不带手机不行了似的。嗯，现在绝对不行了。哎，支付宝1万元。没事的，吴阿姨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。老姜，你真有福气，女儿这么漂亮，还挺有个性。大姐，这事儿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。这钟有年头了吧？啊，是。我老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声音比这个更响一点。哎，老姜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你家照片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亲切。好像在这儿能把我离开苏州几十年的时光弥补回来。哎，走神了。你刚想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没什么。吴大姐，我再跟我女儿好好谈一谈。哎，麻烦你了。爸，你饿吗？哎呀，混得来。哎啊，谢谢老师。还是老样子，你没加香菜。好。小天啊，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啊？回来了又多住几天，陪陪你爸。嗯，好，你们吃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好，好，好。这租房子的合同是昨天才签的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就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事情。你最近是不是手头有点紧？还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要是因为钱的事儿，我这两年还有点积蓄，你先拿去用。你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爸不缺钱。那你跟我说，为什么这么突然把房子租出去啊？人家吴大姐
大老远从四川过来，要找一个房子不容易，他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房子。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一个老太太为什么要不远万里租咱家房子呀？还一个人住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我租房子，他租我的房子住，这有什么不正常？至于他租了我的房子住，他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那他就没个家人吗？他这么大岁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谁负责呀？他有个外甥，就住在巷子口，而且签合约的时候向我保证过，一切责任由他负责。那他为什么不跟他外甥一起住呢？行了，你不回来的时候，这房子就这么空着，而且一空就空着三五年。你现在回来了，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这做人不能这样。我懂，这对你来说就是个房子，你想租就租，想卖就卖。因为这么多年，哪怕是逢年过节，你宁可住宿舍也不愿意回家住。但我跟你不一样，哪怕四五年都不回家，这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要同住就同住，你要不愿意，我再给你找别的房子住。不用了，我就住家里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那你慢点啊。不要再为难人家吴大姐了。尝尝猪肉脯吧。牛肉干猪肉脯嘞。哎，妹妹，尝尝猪肉脯，尝一块现烤的，可香了。老板娘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房屋中介所什么时候搬的？搬去哪儿了？哦，你问问小周吧，他对这片熟。小周是谁啊？这家店的老板呀。你刚搬过来的，以前没见过你啊。我从小在这长大的。从小在这长大怎么能不认识小周呢？他人长得帅，性格好，又能干，电视台都来采访过他呢。你尝一块吧，可香了。你能不能帮我一猜我刚才看见谁了？周叶文。这周叶文为什么会在我家附近开店呀？
你没跟我说过呀。江田，你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突发状况太多，我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？我就一个家，我爸居然把我房子给租出去。都跟你说了，等我回去再玩。我今天晚上回不去。我这怎么能算是玩呢？啊，我这是帮顾客提前体验，你回不来也得回来，我不能一直跟这儿挂着吧。哎，你好悠悠，你好悠悠。哎，江叔，江叔。哟，小巨头，你搞啥么子？你刚在墙上干什么呢？我在测试我们的新设备。耶耶，呦呦呦，耶耶，呦呦的，嘿，呦，你小心点啊！吓我一大跳。那这么说，我要不来吃这顿饭，你还一直挂在墙上啊？先不说这个，咱们先决定今天晚上吃什么。选一个。右边吧。右边。又是你爱吃的苏帮菜啊。哎，你别就着我，你呀吃你想吃的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认了。就吃这个吧。好嘞。还是老三样。行。哎，周儿，我来呀是向你道歉的。跟我道什么歉呢？事情是这样。我女儿呢，她突然回来了，事先没给我打招呼。而且呢，她这次回来呢，不是住一两天，她住很长时间。她关键是她非要在家里住，我没有同意，但是我估计拦不住。你姨这个人不错，她听说了之后，她同意和江田一起住。对，您女儿叫什么？我女儿叫江田呐。所以我想来想去不合适啊，你姨她是出钱租这房子住的，是吧？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和她一起住呢？这不行。所以啊，你跟你姨好好聊一聊，她要是需要的话，我立马找别的房子让她住。行吗？行。行，哎，我问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吧？这只收拾了一半呢，还有一半东西都在路上。阿姨，看来您是想跟我耗到底啊。这边这些箱子呢？收拾起来了呀。阿姨，麻烦你以后不要随便动别人东西好吗？你都说什么呀？那都是我的东西，自然要放在我的房间了。你的？啊。那我的呢？你不就一个小箱子吗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女士，因为货物被拒收，快递员又联系不上您，所以就先去送别家的货了。您看明天一早给您送过去可以吗？几点钟呢？哦，快递员是早上8点上班，您看8点半合适吗？好的，谢谢。这可不能怪我啊，连你爸都不知道你叫张大壮。你好，我是物流公司的，有人在家吗？
来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张大壮先生住这儿对吧？张大壮。哎，啊，你稍等会儿。哎，老姜啊，你家亲戚有叫张大壮的吗？人家又联系不到你，所以就把东西收回去了呗。所以，你为什么要叫张大壮啊？小江，别洗了，都放了两年的衣服了，还有股霉味儿，洗它干嘛呀？你衣服不是明天就到了吗？这也就一夜的事儿，我那儿有的是睡衣，你去挑一套。不用了，我穿别人衣服不习惯，家里有小太阳，快快就干了。好吧。这么费劲，下午出去干嘛不买一件啊？我不缺衣服，也不想浪费钱。那你给我打那一万块钱的时候，可是一点都不带犹豫的。只要你愿意走，两万我都不会犹豫。来，得这样撑开，衣服才比较容易干，啊。嗯，试一下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嗯，还行。你还是穿这个真丝的。不用了，这件就挺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客气啥？啊，有这么不好看吗？哎，你说咱们俩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呀？不是不好看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但是男人手短，这样的话你就没法让他搬出去了。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好好睡一觉，等睡醒了，行李应该就到了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小江，你怎么也醒得这么早啊？我这做早餐呢，待会儿一起吃啊。这日子没法过。
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哎，我看你今儿脸色有点差啊，昨晚又没睡好觉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早您去哪里啊？我这不是要想去找工作吗？找工作？啊？你等一下，我给你。哎，干嘛干嘛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我妈可是再三嘱咐我要找我，您这自己告诉你啊，我找工作这事儿，你暂时先别告诉你妈，就对我是最大的照顾。哎，吃完早饭可回去给我补觉去啊！瞧你这脸色，还没我老太太好呢。我走了啊。小姨，啊，有，加油。谢谢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的年纪太大了。我知道。不好意思。吴静芳。阿姨。你这年纪大没事儿，但一点相关工作经验都没有，这可不行。也是，不懂可不行啊。您这个年纪啊，就在家享享清福吧。其实我们这儿呢，超过60就不让招了。实在对不住，我们这也不太适合您。奋斗那都是孩子的事儿。别家应该可以，您去别家看看吧。是的，你在网上给我们投的简历你还记得吗？喂，你好，是张大壮先生吗？永远给我碧浪清波，心中老师，您唱的可真是太好了！谢谢，我也是业余的。哎，老师，那接下来您把我当做来上课的孩子，试着教教我们一些正确的发声方法。孩子，多大的孩子？12岁，就12岁的孩子。哦，好。同学们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。这个唱歌呢，首先要找到横膈膜发力的感觉。那这个横膈膜就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？来，跟我做，双手放在肚脐两旁。对，再往里一点。哎，好。然后想象自己十分生气。特别生气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哼哼，你在哼了一声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肚脐往外鼓了一下？哼，对，那就是横膈膜了。再来一遍，可以了，老师，非常的好。请问一下，你有专业学过吗？啊，
不好意思，我没上过大学，小时候家里也没有条件让我学音乐，我呢也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。哎，不过我在我们那儿歌舞团也唱过好几年歌呢。哦，你要是不相信他的实力，可以给他三个月的试用期，反正我们现在正式缺人手的时候，好歹给人家个机会啊。胡闹！再缺人手，也不能找个60岁老人充数吧？啊？你告诉我，孩子不服他，调皮捣蛋出了事情怎么办？工作期间他要是突然倒地了怎么办？不管出什么事，我们都担不起这个责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。没关系，谢谢你关照。江工啊，来，我带你转转。这里呢是胡工的位置。哟，胡工没在，回到矿上再给你介绍。这里基本上都是胡工的团队。那么再往里呢是会议室。外面这个办公区啊是其他的设计师，还有我们的客户经理。啊，好，来请。我们这个分公司啊，从成立到现在也有5年的时间了。我们是在去年才找到了真正适合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经营模式。在这里呢跟总公司不一样，总公司是小组织，在这里每一个设计师都是自由的，他们可以自由接活，也可以和其他的同事组成团队。哦，对了，建国，这儿就是你的工位啊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我可以再帮你调。一定要跟进，知道吗？好。哟，胡工啊。建国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顶梁柱胡德湘，胡老师。胡老师不论是从业绩上还是从作品的规格上，那都是我们公司当之无愧的 No.1。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，以胡老师的水平，即便是在总公司那也绝对是佼佼者。又来了，每次夸我的时候就这几句，下次能不能有点新鲜的？我们俩昨天就见过了，还在这儿介绍啊？昨天见过了。原来项目需要收尾，所以就先跑来接了胡工的电脑。哦，要不你们俩先聊吧，我那边还有业主开个会啊。江工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不忙吧？啊，今天没什么事。下午有个实习生的面试，一起吧。我就算了吧。对，江工刚来不合适吧？公司现在就我们两个主案，实习生不是给你就是给我，自己的人你不自己看看？首先欢迎你们来参加面试，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吕灵姿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李淑玉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钱静瑞。哎，好，你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想来公司做设计的理由好吗？我原来就想学这个，是真的很喜欢设计。我觉得贵公司非常的人性化，很少有公司会考虑到培养我们这些没有技术只有热情的人。我就是因为喜欢一合一通的作品才想做这一行的。所以你们三个人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一行是吗？我大学就是学的设计。既然要跳槽，那一定是奔着最好的来。我是在美术学院上的大三，之后家里面有事儿就辍学了，但是我之前在学校的专业成绩一直都是前三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赵雪，我很喜欢胡老师设计的韶安咖啡，老师的作品里总有一种独特的美感，就好像在全息投影里看水墨画，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特别棒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做胡老师的助理。哦，还有几个？面完最后一位就可以下班了。好，加油。各位老师好。我叫吴静芳。
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人海里匆匆的，也许没那么复杂，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叫我们长大，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叫幸福的花晚点开，在众的人前辈中学会